哇，好吧，大家都闪离了，连小可也走了，我们光速打扫房子吧。Oh my god！ 我整个超想念小可的。对啊，没有他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马吉曼。哦天哪，我一定是出现幻听了。小可，是真的你吗？对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为什么没跟新朋友去玩？我跟他们说晚点过去，因为我想帮你们打扫这里。今天的熊熊窝真的超脏乱。所以我们还是马吉。当然了，谢谢你们帮我办这么有意义的 party， 熊熊们最棒了。好了，光速来打扫吧。对了，小可啊，你明天要做什么哈？去野餐。卡打家。小熊抱抱。早上十一点要上生物化学课。答对了。Oh, my God.